大块山，就感觉别人露出来好很多。就是来吃这一家，品种还挺多的。我们还自带了一头蒜，而且谢绝自带酒水，但是我们带的是蒜。So I'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ever, and I swear it's just you and me.It might take us forever, but I don't mind 'cause it's meant to be. Oh, are you scared of the thought of falling like raindrops and stormy weather? 这光吃的话没有什么味道，我觉得就一般般。那就是锡纸茄子，还有我们的烤串儿。Thought of falling like raindrops and stormy weather.Well, I can hold you close to me through it all. Yeah, we can. 我觉得和国内还是不是很像，但是还挺好吃的。嗯，这是我们点的那个麻辣香锅，麻辣香锅。这看起来比惠灵顿的那家有点差别。那先尝一下。嗯，这个就是属于。不差，来试一下这个沸腾的锡纸茄子。这锡纸茄子就是火锅料那种煮的吧？嗯，一定要就蒜。这应该是羊肉。鸡皮啊？哦，这是鸡皮。然后我好想吃鸡皮啊，嗯，这鸡皮烤的很干，嗯，好好吃啊。我觉得好吃。自从来了后就没有吃过烤鸡皮了，嗯，很香。开水没有吗？那我们之前在开水是没做烤鸡皮、啊。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生蒜，嗯，因为生蒜比较辣一些。香肠，看看这个台湾香肠，虽然这个颜色不是很美，但是很好吃，有点像小时候1.5一串的那种。放在那个烤肠机上那个。对对对，烤豆皮卷，之前老杨给我带过，我觉得很好吃。还有鹌鹑蛋，我们吃完啦，吃了107，就是最后一桌走的。我现在吃完准备回家了，前面在修图，然后现在还没轮到咱。那个小花开始走了耶。现在这修路的时候，它真会有人工的在这儿一个人举牌子，然后这儿写 go 还是 stop。现在回家了。